右下腿偏高的后侧啊，拉紧了痛啊，又是那个我又看到那个钢铁侠了啊，又看到钢铁侠了，那、又看到钢铁侠了啊，又看到钢铁侠了，钢铁侠看了一下那个日本列岛啊，看了一下日本岛一个，他有点不好，马上下决定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那日本那个核电厂太多了啊，核电厂太多了，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现在想是不是把核电厂的核物质，和那些设备一次性拿掉呢，还是怎么整呢？他就有点不知道是该怎么进了啊。我现在只能说，只能说稍等啊，稍等。等到我那个书一出版以后，日本那边看到以后啊，他会有第一个反应，我根据他们的反应来定。如果说反应不积极，那么，直接弃核物质啊，直接把他们弃掉啊。如果反应那个消极的话，对那个核物质不重视的话，那我们直接弃。如果他看到了一个有行动啊，表示我们分布，给他点时间，给他来分布，切换的话，那我们就给他点时间啊，就。我们就基本上这样的方案啊，基本上这样的方案啊，反正现在不马上不马上就动手啊，也就是说现在等一下等那个书出版啊，他看到了以后，他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看他怎么说啊。如果毫无反应的话呢，我们起几个让他瘫痪了再说。如果马上行动，相信这个啊，马上会行动的话，我们就给他点时间啊。好的。哦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